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，有问伤心只有分离。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，哪怕像我如此爱你。让我们欢迎金志颖，谢谢。生化人你好，才真正的生化人。我是后置入的生化人，你是先天的生化人。十一日生化人见面会，是苹果生化 Life 名人大平台终于请到波老男神林志颖。真的近距离看他真的是零瑕疵，保养是什么？除了每天六杯水，还有陪小孩子玩啊。哦，小猪找我干嘛？小猪。看来小猪有在锁定哈。话说这43岁的林志颖，辉煌的经历让人赞叹。18岁拥有第一辆宝马，然后24岁台湾第一个参加国际级赛车的车手，26岁成立自己的科技公司，呼吸总统授予荣誉奖章。现在的他跟科技几乎画上等号，连老婆送的爱马仕鲨鱼包都塞满科技小物呢。譬如说喇叭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你看他真的一个手机搞定。配跟着节奏动，烦恼全部甩脑后，打在梦想就是新歌。你可以背准备准备风景不接受。然后帽子的话，我最爱就是这顶，因为刚好是我3个儿子的名字。你这样出去就比较不会有人注意你了吧。你真的童趣十足哎。啊，然后再就是护唇膏。护唇膏很高，就是、现在那么干。哎、欸，这什么香蕉型的护唇膏？你觉得这不阳刚吗？对，也是阳刚的，但是这应该不是你的 size 啊哈，不是你的。哎，怎么大歪楼了？要是8岁的 Kimi 看到怎么办？看一下他现在睡觉了。好，你好，嗨，那你跟大家说什么？大家好。大家好。然后嘞，还有什么叔叔？哥哥好，哥哥啦，哥哥啦，孙华哥哥，孙华哥哥好。谁是孙华？哇！在10分钟就回去喽。等咱们问完爸爸最后一个问题就可以回家啦。你有什么梦想没达到？梦想啊，我觉得希望能够凑个好子子子子。看来林志颖有3个儿子，还想再添个女儿呢。最大的梦想，对，就是陪伴着家人长大，然后当一个平常人。娱乐动新闻，哎，现在科技不是可以，可以，就是啊，科技可以换脸，对啊，这我很懂，这我很懂。报道。